Yeah.
没礼拜六的吼，头一下讲啊二点零的，那拢叫到足侪只安尼。有人在吗？走来啊，门就关掉嘞，嗯，啊，就无法度啊，吼，啊，就是，看看，啊，无法度，因为这边这袂当得去啊，这边这人会出去啊，嗯，而且有地点啊，人潮，啊，平多人要打重要啊，啊，啊就。海莲观音哦，还有倒数就好了，大家回程了。这首歌
蛮多感触的。刚开始会有很多灵感，其实会是因为大。
海水是天，不是天。
听说啊，虎口交流道旁。听说你看呢，阿丽爱九六九一站。我的心。
感情的一支枪，你的心肠，这首歌曲是大卡司彭佳慧所带来的《说实话》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母亲节当天的周末生活中，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。这个母亲节哈，每年都过，不知道你对她有什么样的感觉哈？当然，身为我也是妈妈嘛哈，那我也是上有妈妈，自己也当妈妈，我觉得。很多人说妈妈辛苦，的确啦，我是觉得妈妈真的蛮辛苦的，尤其是说在亚洲这样的国家，那有的妈妈就是身负于职业妇女，然后她又要照顾孩子。不过现在很好啦，有很多新好男人会一起共同照顾孩子，在这边呢，还是祝福妈妈们能够心想事成。我觉得妈妈可能每个妈妈的这个想法都不一样哈，有些妈妈是真的好有母爱哦，她希望孩子都能够顺利的成长。那像我这样子也是有母爱，但是没有那么母爱爆表的人，我就会希望我的母亲节就是每天可以睡到饱饱，睡到自然醒，我觉得哇，这超赞的。我一直觉得好奇怪，就是为什么从我们小时候到现在，早上就要这么早开学，然后这么晚下课，下课之后还有好多的安亲班，就是校改改来改去，为什么大家都还在补习？我实在是很困惑。但是有些人跟我说，因为像我们这样的工作，其实不是朝九晚五嘛，不需要早上八点多去办公室，所以很多的孩子那么早上学，是因为爸爸妈妈要先马上去学校，他们才去上班。但是我一直觉得小孩子睡饱吃饱，真的会比较心情好，也会长高哈。当然由于疫情的关系，这一两年有很多的国家的孩子，虽然你可能在就我们心疼。
多的你们很多的提心吊胆。但是制作人可能有一些。
Thank you.
我们这个理解成型阅读师兄弟在这么精彩的表演。虽然在演奏当中呢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瑕疵，但是呢也因为这样的瑕疵更显得你们的青春活力更值得我们的敬佩。尤其是我们这个组长，他不是广告派，
星空的灿烂，生活以及这世界，还是这世界遗弃我。Thank you.